好，来，上完白皮肤，接下来健康代表，健康的代表，有你，我对，其实我是在去，我一直以来都还算偏健康，但是自从去年跟思琪老师上了一堂个人色彩鉴定课之后呢。我才知道我是暖色，而暖色就是最适合黄色跟橘色。嗯，所以我从去年二月之后就开始一直收集黄色。黄色，我就刚好有一个机会买到了这一颗迷你的康康包。虽然那时候是冬天，还没有开始流行黄色，但是因为暖色人就是黄，然后我就拼命想了，到底有什么颜色可以配这颗黄，才发现超多颜色可以配的，是不是？真的哇！尤其是去年最流行的那个多巴胺美拉德，美拉德对，多巴胺是去年夏天，然后冬天开始美拉德，美拉德再来老前锋，老前锋就是卡其，一票的卡其啊，通通可以配，通通可以配，再加上。再加上那个多巴胺的淡紫色、蓝色，叭叭叭，全部都给你配得好好。哎，对，葛雷灰也会很高级。我去年就是一整身灰色灰色长大衣，然后只是斜背一个黄色的小背包，就觉得整体感都跳出来了。也是去年春天的时候，我也是上网收集了这一套。那这个呢是美国最近还蛮潮、蛮流行的女生运动品牌，叫“健康与有钱”的英文，然后我就买了一套上身，发现跟我的肤色太完美了，就马上把暖色的肤色气色衬托得更好，我就赶紧又买了上衣一整套，而且我觉得像奶油黄就是要像叶婷老师这样子，全身奶油到底，然后同色系的奶油，对对对，就从裤子到上衣，然后鞋子我买不到，因为鞋子脚比较大。嗯，另外呢，今年夏天，这一套是第一次亮相，这一套其实是我跟可彤一起设计，然后准备要跟另外一个品牌一起联名推出的，就是今年夏天，其实从去年就开始流行了。女生不管是上班啊，或是出门逛街的时候，其实现在女生都越来越喜欢那种松弛感、松弛感，然后有一点点随性，但是其实不小心还要套出一点点小性感。所以你上班的时候，你可以整身这样穿搭。然后扎进去就会比较正式一点点，打开来下班想要跟男朋友出去约会的时候，你就把它里面穿一件很短很短的运动内衣，然后这样披披挂挂在肩膀上，就会让人家觉得哎，你好像很松弛，但是其实你蛮性感的。所以那个整身的套装可以用黄色搭配出很多那种各种不同的，而且还是要重点就是全套。那另外一个全套呢，就是每一个女生每一季我觉得都一定要选一个小香风的套装。那今年刚好流行就是小鸡黄或是奶油黄，它的材质是那种棉麻的，所以就算是小香风，人家会觉得好像是毛呢比较热，但是还是蛮透风的。那现在的穿搭大部分都是像如云姐这样套一条很长的牛仔裤或是迷你短裤，这个呢就是冷气房里面的小罩衫，然后甚至是就是手背有点肉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它遮起来，它蛮挺白，但是还是可以有那种端庄有气质的感觉。虽然大家会觉得黄色就是感觉要去海边啊，但其实它搭起来还是可以有一种。我觉得这个黄很减龄哎，对啊，我觉得现在啊，我觉得上完思琪老师的课有一个很大的心得，就是其实不管暖色人还是冷色人，你穿上衣服之后的好气色就是妆感一定要化好。但其实你不管冷色暖色，你只要选你自己喜欢的颜色穿搭在身上，你就画个腮红，画个口红，什么冷色暖色，对不对？气色就很好。对，对。以上就是我的，谢谢。很招人的穿搭，而且模特很厉害。怎么了？因为他的这件衣服的重点是背面，他就会在那边转圈圈呀。白黄黄后面的大那么多，我想啊，因为这一身呢，顺便介绍一下，我是一个180公分的人，所以在见到大家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我是比较中性啊，雄伟啊，魁梧啊，雄伟魁梧，比较就是高大，然后因为这是有点中性加的小垫。请问你可以跟我们家月轩站在一起？我今天穿很高的高跟鞋，一下吗？没关系，你高跟鞋，快点，你高跟鞋可以给他穿，可以哦，你。所以中月轩你几公分？我180。
我不觉得，对，差不多，因为不觉得好高哦。他鞋子有十公分啦，有我有我，你没有谎报，你在我旁边应该没有办法谎报。人跟不能比较，看不出，就放在一起就，嗯，有有有，他是高的，我帮大家证实。他不觉得你有那么高，嗯，对啊，哎，我坐着可能没问题。周月勋娃娃脸出来有180斤，因为他的脸很可爱。对啊，我以为他吃亏了。我为什么叫你们俩站在一起？因为我刚刚有一点点怀疑、质疑，就是刚刚佑丽讲自己什么雄伟啊、魁梧，是不是？你刚刚是不是有讲那个？有雄伟。对啊，雄伟。但你们现在两个站在真的有，我也觉得，我可以把你给盖住哎，就是让你给隐藏。好了，我就不要这样。对不起，对不起，因为他已经陷入深渊里面。我现在身高起码189左右。对啊，但是你非常非常有女人味，而且多了一点点那个娇气。对，真的，我跟以前比起来，娇羞。对啊，对啊，太开心。以前你一看就是刚退伍，就是那种汗臭很好这样子。总是退伍。哎，可是我今天他介绍的这个黄还是怎么样，我就觉得有种少女心的感觉。对对对，特别高追。你没有觉得？其实我常看很多大秀的影片啊、照片，你发现他们设计师要把这种黄色给模特穿，都会找这种小麦色系的哦，这样对，这样子的那个会比白皮肤的更跳出来哦，就会把会觉得说这个黄在他们身上就是主角。哦，对对对，有道理，嗯。